觉得身份比较会是用这个台湾莫斯亚的一个我们家台湾人。那虽然我现在是台湾人嘛，好，那不过我今天实际的身份呢是鱼玄杯管理委员会啊，方便有点抱歉啊，不是各位啊，鱼玄宫管理委员会直销总庙公啊。那在这边呢，要跟大家宣传的东西是有拜有保庇，5公里之鱼玄宫绕境祈福大拜拜。今年的鱼玄宫绕境祈福大拜又要开始啊。那到底什么内容呢？在讲内容之前哦，真的是 cos 看的啊，就是不知道 cos 看的。那在讲内容之前呢，我首先要跟大家真的非常深深的鞠躬，跟大家非常的抱歉。因为有些事我不得不道歉，因为我今天早上呢，今天的话非常非常多时间去想，说我要怎样表达这些东西。后来下了一个结论，那就是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梗，对不起。所以呢，以下所有内容呢，以下所有演讲，我保证不添加任何笑点啊。好，那个今年大拜拜呢，我们有跟以往一样非常多的东西。简单来讲，在8月20号到21号，8月20号到21号，照惯例，我们还是去查过农历的哈。所以照惯例，农历的7月21号到24号，哎呀，真不巧，又是一季日，所以说今年还是这样子的大拜拜。那也是一样照惯例，我们也有那个历半径是历，然后高四 A 的助理，然后大家知道，那去年的照片大家可以去上网搜寻都是大的，有非常多的食物。那今年呢，想必也是非常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成年人数也是没有减啊，那这很爱讲。那这个也是照惯例呢，你进来的时候还是要排队，而且我们预计今年还是有非常非常多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年的 quota， 去年的 quota 大家都记得是多少？去年是 IDS 小美在讲的、啊，去年的 quota 是1000人，今年今年虽然没有跟 Gnomation 合办，不过我们还是要让它变成1000人哦。哦，那这样的规格是不是跟去年一样？那跟去年一样的话，去年我们来看一下，去年到底报的速度到底多快啊？去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，因为我们用自己的一个系统，那报速度呢，我们是用流量算的哈。那平均每分钟是15.008人公里啊。哦，后面接到了。那这样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开放以后，在一个小时左右就全部报完。所以各位，这是一定要预购手术啊，不然明年你就知道跟明年的大拜拜就不能跟今年了，今年就没有多比了哈。好，那个下一张哈，地点就在那个中研院人文布拉巴馆，反正在这里就对了哈。谁知道谁记得住那中文布拉巴馆？人文布拉巴馆那个中间什么名字的？连我自己以前中研院出来的我都不记得。好，那接下来有一个重要资讯，这个感谢刚高桥先生哈，有一张这个纸袋，我决定临时把这张取了。重要资讯呢，给大家记住一下。第一个，各组的成员目前在招募中，请大家写信到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写信到 costup.com/general， 然后 at 就 Google Groups 那一个地方哈。如果你不知道，你就上网搜寻一下 costup 就可以。那到底有哪些地方可以加入呢？那目前来讲，像会众组啊。会众组就是要募选大家来报名的东西啊，这个非常缺人。还有地主行销组啊，这个也非常非常缺人啊，所以欢迎大家来帮忙。那接着呢，五月我们会有征稿啊，在五月的时候我们会有征稿的活动。这次的题目是 Gate Beyond Smart Home， 这主题啊，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东西啊，去年一些有趣的主题我们就保留下来。那还有一个重要资讯就是七月会报名，请大家自己就先把那个时日定一下，七月要记得报名，七月开始每一天你就上网 check 一下，或是看不到有没有开放报名这样子啊，说明有的时候总会不小心偷偷报出来这样啊，所以总之更多的资讯，请你上 costcard.org 去搜寻，好，那就欢迎大家加入我们，谢谢。